卡拉比丘，卡拉比用一款日系 TPS 战术竞技游戏，游戏主打写实射击手感，并辅以多维战术体系，旨在覆盖射击游戏自身用户习惯的同时，去尝试营造多英雄协同的竞技对抗体验。基于 UE4 引擎打造的特色玩法，为游戏赋予了全新的操作深度。 3D 与 2D 任意切换，行动路线变幻莫测，各阵营角色背景性格迥异，钢枪战术体验是各有千秋，期待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真二次元射击竞技游戏体验。蒙面专家 Wild Experts Nexon 的免费多人第三人称射击游戏，该作之前的开发代号是 Project D。 游戏中一群特立独行的要员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依靠自身能力与各式移动动作以及战略道具和武器挑战未知战场的战略动作 TPS 游戏。第三人称视角带来的快节奏战斗和应对百变战场的千般战略可能性，将带来酣畅淋漓的作战体验。射击 Trick Shot， 一种新型射击游戏，灵感来自 Tony Hawk Pro Skater 和 Jet Set Radio 的快速滑板机制，同时结合了 Fortnite 和 Doom 等竞技场射击游戏的枪战，在充满坡道、加速器、铁轨、炸药等等的科幻世界中，体验无视重力的翻转和 Ollie 对敌人的威力。Planet 是一款大型多人在线射击游戏，反恐精英系列联合创始人 Mila 担任游戏的技术顾问，而游戏的制作人 Zone Kelly 曾是黑色沙漠的环境艺术总监。开发团队致力将游戏打造成为一款超越传统射击游戏的作品，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开放世界和深刻的世界观。此外，团队还会为其创造一个有趣的悬疑故事。莎莉 Great 在终极狂野西部大逃杀中骑马驰骋，或成为枪下亡魂，活下来的人才能赢得所有。超过20种武器和一大堆牛仔装备可帮助您在枪手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子弹有限，所以你需要成为一名神枪手，骑上一匹值得信赖的马，穿越边境冒险，在单人、双人和小队对决中对抗成群的枪手和致命的灾难。纽约霓虹灯，巴库 Reunion， 巴库游戏发生在2021年，此时世界各地的在线节目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街道上直播战斗，代表不同大型国际公司的半机械人相互厮杀，获胜的公司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并对客户更具吸引力，